大家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朝雨。新年开始，我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，每天早上跟自己说，今晚一定要早睡，明天早起，养成一个好习惯，每天才能有好精神。而等到晚上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早已经过了预定的时间，于是期望于第二天能早起也就成了奢望。要改变这种不健康的作息安排，我想从和您分享今天的文章开始。我喜欢早起，作者梁实秋。曾文正公说，做人从早起起，因为这是每人每日所做的第一件事。这一桩事若办不到，其余的也就可想。记得从前玉平伯先生有两行名诗，被窝暖暖的，人儿远远的。在这暖暖远远的情形之下，毅然决然地从被窝里窜出来，尤其是在北方那样寒冷的天气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唯一其不容易，所以那个举动被称为开始做人的第一件事。唯在被窝里不出来，那便是在做人的道上第一回败绩。历史上若干佳言异行，也有不少是标榜早起的。例如严氏家训里便有黎明即起的句子。至少我们不会听说哪一个人为了早晨宴气而受到人的赞美。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是众所熟知的，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祖逖是志士，他所闻的鸡不是我们在天将破晓时听见的鸡啼，而是中夜闻荒鸡鸣。中夜起舞之后是否还会去再睡，实无明闻。我想大概是不会再回去睡了。黑茫茫的后半夜，舞完了之后还做什么，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。前清文武大臣上朝，也是半夜三更的进东华门，打着灯笼进去，不知是不是因为皇帝又特别喜欢起早的习惯。西谚亦云，早出来的鸟能捉到虫儿吃，似乎是晚出来的鸟便没得虫儿吃了。我们人早起可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个人是从小就喜欢早起的，可是也说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，只是我个人的习惯而已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习惯，可是并不说有着好习惯的人即是好人，因为这习惯虽好，究竟在做人的道理上还是比较的一桩小事。所以像韩复榘在山东省做主席时，强迫省府人员清晨五时集合在大操场里跑步，我并不敢恭维。我小时候上学，躺在炕上，一睁眼看见窗户上最高的一格有了太阳光，便要急得哭啼。我的母亲匆匆忙忙给我梳了小辫儿，打发我去上学。我们的学校就在我们的胡同里，往往出门之后不久又泪眼扑簌地回来。母亲问道，怎么回来了？我低着头如孽地回答，学校还没有开门嘞。这是50多年前的事了，我现在想想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性急。到如今凡是开会或宴会之类，我还是很少迟到的。我觉得迟到是很可耻的一件事，但是我的心胸之不够开展，容不得一点事，于此也就可见一斑。有人晚上不睡，早晨不起，他说这是焚高油以祭鬼。我想，焚高油则有之，日鬼则在被窝里糟蹋不少。他说夜里万籁俱寂，没有搅扰，最宜工作，这话也许是有道理的。我想晚上早睡2个钟头，早上早起2个钟头还是一样的，
因为早晨也是很抑郁工作的。我记得我翻译阿伯拉与埃律奇斯的情书的时候，就是趁太阳没出的时候，班主已在廊檐下动笔，等到太阳晒满半个院子，人声嘈杂，我便收笔，这样在一个月内译成了那本书，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愉快的。我在上海住几年，黎明即起，弄堂里到处是哗啦哗啦的刷马桶的声音，满街的秽水四溢，到处看得见横七竖八的露宿的人。这种苦恼是高枕而眠到日上三竿的人所没有的。有些个城市居然到9-10点钟而街上还没有什么动静，家家户户都门窗紧闭，行经其地如过废墟。我这时候只有暗暗地祝福那些睡得香甜的人，我不知道他们昨夜做了什么事，以致今天这样晚还不能起来。我如今年事稍长，好早起的习惯更不易抛弃，醒来听见鸟啭，一天都是快活的。走到街上，看见草上的露珠还没有干，砖缝里被蚯蚓倒出一堆一堆的沙土，男的女的担着新鲜肥美的菜蔬走进城来，马路上有戴草帽的老朽的女清道夫，还有无数的青年男女穿着熨平的布衣，精神抖擞地携带着便当，骑着脚踏车去上班。这时候我衷心充满了喜悦，这是一个活的世界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，这是生活。就是学佛的人也讲究早餐晚餐，要此心常常摄持。曾文正公说，做人从早起起，也是着眼在那一转念之间是否能振作精神，让此心做得主宰。其实早起晚起本身倒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利弊，如是而已。1.01 的365次方约等于37.78，0.99的365次方约等于0.03。每一天的人生多早起一分钟，一年下来你就多了6个多小时的生命。高效的自我管理有助于丰富你的人生。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在每一天的读书声里进入梦乡。我是朝雨，在电波的另一端跟您说晚安，明天见。最讨厌下不下的雨，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。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。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，冲动永远比坚持容易，宝贵的东西都需要很费心，碰到的事每一天都